油油的，这家伙，副总监喜提新车啊！今晚上那个庆祝一下吧，副总监喜提新车，副总监有车了。哎哎哎哎哎哎！就给他固定沙达的。哎。啊。看，这不走道了。啊。啊，这么事儿。这回省了天天拎了。有那开有点别扭吧拉的是吧？掌握不好方向。其实这两把轱辘，这是真错了。它是前面两个轱辘的间距小，后边两个轱辘的间距大。这个不用出体力了，是不是？这块有点费点劲儿，是吧？没事。老公，这是铁东西，你可劲儿造吧。啊。我得有点不敢整，不敢整呀你。拐弯干啥呀？拐弯你随便。哎，这家俩人抬上去。好。慢点。哎，我也整懵了。还得抬一下子。老公，你那好像骑驴那个。开门一会儿。到底是驴骑你呀，还是你骑驴呀？没整明白。以后呱呱碰一碰，你都很正常。对。这个还往用往鞋卸吗，媳妇？这个一会儿咱俩拿楼上去。啊。拿楼上，然后拆开，你得验一下货呀。啊。要是好了就留，不好了还得。那我直接拿上去吧。行。那个就不用整了吧？啊，那个不用管。那个直接搁屋里边了是吧？对。直接拿阳台上去。嗯。副总监买的是一套的。一个帐篷，还有一个车。这回上海边，这回我妈、我老妹儿他们来了，这回能放下。这回人多的话就不愁了，人多都能放下。哎，先搁这儿。哎嘿，还得搁这嘎老窝组装啊。这个位置上次就是收帐篷就搁这嘎组装的。看看这个辣椒长啥样了。哎妈，这家真不小。这蹲是啥？草莓呢？草莓那个红草莓呢？没了，啊，草莓都没了，揪下去了，这是压一个，再一个红的，再一个红的，点儿太小了，大葱都打咕嘟了，葱咕噜，看看帐篷怎么样，搭一下子哈，先体验一下子感觉。好的话就留下，不好还得给人邮回去呢。头一次买这么贵的帐篷，这个大，这个大啊。嗯。谁要匙？没拿剪刀。啊，这色儿。嗯。看点咋说啊，小妮。嗯。看好不好整吧。好整。我没拿手机呀。啊。我拿上，啊，取去，啊，啊，我就看他就是这样的，我可，老公，那个俩手，哎，啊，这家简单了，这回简单了哈，三秒速成，直接就整上了，咱不是卖这个哈，这跟大家说一下，就是说，就是自己买的，完了那个体验一下，这个没有咱们之前那个厚，是是是啊，还行吧。看天空的啊，这个好像比那个大，比那高是吧？嗯，挺好挺好。先补充点能量啊！哎呀，别吧，脚大了。嗯，上海边不吃黄瓜吗？跟帐篷正搭，正配是吧？你上帐篷，我给你整根黄瓜。还有那么高，到那边。嗯。然后把那天幕给搭上。晚上就我这吃饭了。现在它底下不固定，瞅着晃悠着是吧？我说今晚上咱就这吃了，一会儿我去煮面条去。嗯，煮好了之后，面条打卤子，直接小帐篷里吃，整个桌子往这一放，插个灯，哪天再买一个充电的那个灯。然后行吧，海边的话正常，它不是里边有灯吗？它不是啊，就是挂那个充电的那个，往上一挂，就跟白天似的，晚上给这里边。还
它这里边都有那钩。对啊，这就可以野餐了哈，野营了。以后开车上哪嘎去，走到哪嘎帐篷一支，灯一支哈，拿锅就开始做饭，干哪嘎吃到哪块，挺好，是不是啊？嗯。我进里边儿就不撩了。这李宁明天拍封面一看，这还寻咱俩到海边了呢，是不是？在家屋里要小，还真适合拍。够用啊！两个杆子，分别给这两边撑起来，就这样支起来，就这样的。啊。完了，这前面再搁两杆。啊，它就藏地下去。啊，咱们就可以坐这儿放，咱们就可以在这儿放个桌子吃烧烤。啊，行，那倒也。我就觉得它这个料比还厚，还行。收摊了，挺好。哪天上海边展示哈？哪天上海边烧烤，咱俩好好吃一下。这时候就检查检查，它不坏就行，没有坏的吗？不是？没有。啊。对的。然后等一会儿啊，这个它是。往外拍的，打开的时候好好的，收完了就完了，烂套子。想塞反正是不完了嘛。这不也装进来了吗？是不是？差那么一丢丢啊！哎嘿、哎，帐篷整挺好啊，开始做饭呐。看我这盆狠货，哎，这家整的到不到位？这是。蔬菜园啊，这是今天晚上看看这是啥菜系吧。茄子、辣椒、秋葵、旱黄瓜。秋葵凉拌、啊、然后黄瓜就是蘸酱吃的，是不是、啊、和辣椒。嗯。茄子是打卤用的。嗯、对对对、嗯。对吧？煮那叫啥面？手擀面，不是我擀的。市场上买的。来了，哎，下锅。切点茄子，打点卤子，茄子卤，茄子肉卤。小日子炒，给它断一断就行，别整太碎了，是不是？嗯、太碎了就没有那个茄子味儿了。今儿火硬，儿子。啥菜啊？茄子炒肉。啥菜？闻闻那个香味儿，也没看着啥大菜。我想来一包这个。今天给你俩来一个。肉酱，然后茄子卤，嘎嘎香。面条就只卤呢，面条卤咋香点儿？就只你这个硬菜呢，今儿个就这一道硬菜，你照那整吧。对吧？呛，好好呛吧。来，小肉末，我先把卤子打上，完了你就去呛去啊。好，我这个快。领导都是这样安排开来，是不是啊，长健？安排是安排。啊。茄子。给它炒一炒，安排上我的熟酱，后来点酱，加点水，稍微一咕的去火，来点小汤，分分钟就让它开饭，一会儿把面条这边一煮，卤子也好，香菜也好，小肠一切，哎，俩菜一主食，跟着厨师走，啊，啥都学到手啊。你把其他的添加剂。辣椒和葱花。哎呀，挺完美。这是味儿能浓一些。哎，水开下面条。这是熏的粉肠。嗯，稍微有点哏嚼哎，这面条嘎扛住，就比咱们自己煮的啊，自己擀的面条还扛住。走你，哎呀，这大荤，这大荤面。哎，完了。就开吃了，对你俩大碗，我那小碗。啊。哎呀，这面多好哈，一块头就一碗。这是我的，我再投一下凉去，让它凉点儿。哎，这我爷俩是，我先来。哎，三勺吧。小水是真够用啊。嗯。
死人就是没毛病。开吧，还可，哎，加点大酱，相当的好吃。嗯，面是挺筋道啊。嗯，有时候俺自己擀的还折呢，是不是？嗯，啥时候那手艺要练成这样了，是吧？那家伙一夹咔嚓。那啥原因呢？嗯，不知道，反正这面确实挺跟着，然后也没断。我感觉是咋的？它就是高水高的少，然后是硬压的，面硬，是不是？机器压的。机器压的。嗯。这面你们搁外面买的呀？嗯。嗯。那说我擀的你能信吗？你妈手艺这样了？嗯，你就看刀工吧。咱这家擀一般是面是圆的吧，还是比较偏圆？比较厚，嗯，比较厚。它这个偏薄。嗯。有点像方形似的那样。对，板面是这样的。板面比这宽。啊，比这个还宽。比这个宽。真好，挺好吃。嗯，你这机器面也得分谁家。嗯，我家好，有的都买正走了就好，买不正走就不行。有的那面条就不含煮，一煮的话就稀软，完了一点筋道都没有。嗯，是不是？就是没有这个筋道。嗯。嗯，这辣椒不咋辣，尖儿的辣椒我刚才吃饱了，稍微有干药水有辣，你这就不能吃了。不用寻思，别看那颜色。我俩今天整帐篷了，要不然车呀？嗯，要不然寻思整面条，简单整晚了，时间来不及了，先别整啥了，整来回炖菜，来回炒菜还麻烦。中山面条挺好，嗯，中山面条挺好啊，挺好。偶尔吃点小灌汤面多好。我还是吃完一顿还行，就是不那么饿，是吧？嗯。要饿的吃点好的。你看。你们不来了吗？淡然了。嗯。我们不来，你来吧。这是大酱，这大酱我刚才吃都不咸，是不是？嗯。我还怕咸呢，还淡，但得回我多放点卤子，反正这些也够吃了。也够了，稍微酱淡。那个，对，那个酱就是不咸。嗯。你这样蘸是不是？嗯，不是那种特别咸的酱，就像那个俺们东北老家那个臭大酱，那酱齁齁的。嗯。那老咸了。老咸了。那可不敢搁那个酱做主啊，搁那个酱做主太齁了，太咸了。你还是吃那个酱炖鱼，啊，那炖鱼还行，嗯，臭大酱炖鱼，然后炒蘑菇，都是那个酱炖蘑菇，都行。享受啊！哎，小蘑菇，新鲜蘑菇。摄像头你的，嗯，哎呦我的妈！还剩下都我的。嗯呐，那半吃碗面条时候一顿啥，那必须得都来了。来不了啊，这是菜呢。我跟你说，嗯，幸亏是他有数，人家卖面条的有数，要不然呢，这俩人瞅那些那全家说呢。嗯，这些能够吃吗？我问他，他说够了。我说够了。这剩不点儿，一会儿的，我先来这些。哎，我儿子正常要是说那啥的，今天要能吃，我儿子吃完了可不吃。这些是六块钱的，这些。嗯。我寻思，怎么的，六块钱能够吃吗？这仨人。嗯，这是真够了。够了哈。嗯，这个不能再多了，再多给我儿子吃腐腐的。嗯。就吃这个秋葵和这个卤子。吃点粉肠。嗯。你玩吃啊，尝尝，粉肠没有那么多肉。我要忘了。你看，忘了。嗯，这里边哈，就是
粉面子蘸的多，而且还是那种说是说的那种像熟芡似的哏啾的那种，嗯，是吧？这一说它就有种就是过去坐席那个，啊，是不是？对，坐席那有这个肠，嗯，白色的，就这个味儿。炸那个就是你们小时候炸那个面卷，还有浆糊豆，就这俩菜，嗯，啊，就爱吃这俩菜，那家伙吃，走时候还装半分袋，那叫打包。打包，啊，可造好了，小时候，就是越舔越抢那盘皮那糖，拿菜刀，嗯，就盘底下浆糊豆下边的那个糖都粘盘底下了嘛，拿菜刀咔咔抢，浆糊豆吃没了，抢完了，上那干那拿盘子，那有糖吗？不是，啊，上外地拿菜刀，盘子都给你说抢，不抢下不来呀，完抢这么大疼坏了，嗯，做了，那行。小时候就那样了，其实我小时候还挺丢人的，哎呀，挺淘的。小时候都是，要说越吃，嗯，吃的长能吃出那个坐席那个味儿呢。嗯，哎妈呀，那说谁家办事，就这个，你要打包回家，你家人家得老那啥了。今儿少喝点，那个吃完面条，整不进去了。然后今儿就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支持，明天再见，拜拜，拜拜，又造的不错，哎呦，试试下，只想打饱嗝，哎，哎，吃急了，嗯呐，就饿，马上就吃。